你说你的老婆不在跟前儿，有个女的追你，你能不能走这条路？是这意思吗？你说呢？你哪年的？90的，90的，你跟夫妻分居是吗？你跟老婆几个娃了？男孩女孩多大了？男孩，多大了？在上6年级呀、10来岁。就是一个男人这样子分居，就哎，是某就些想需他求能得不到满足，总是心痒难耐。加了微信，聊天聊着，我现在在这个十字路口，我是该往左还是往右，还是走金光大道呢？走，其实从心里来说，走偏了又感觉对不起他。再来说，不这样走的话，我是一个正常人的啊，几个月不在一起，对不对？要不正常，我要是个不正常的人还可以，我正常。找个女的，觉得对不起老婆，不找嘛，又就感觉自己不爽。就从啊，就因为。这个女的是什么个女的呢？同学呗，在吃饭前几天吃饭就是加了微信，好多年没见，就聊得挺热。怎么认识的？同学，同学，谁主动的？当然我加微信是我主动加的嘛。我看聊起来，我们他也是比聊较，天的时候谁主比较主动？当然我主动了，他也离了，他离婚的。他有娃吗？有几个？一个女儿。一个女儿，只有一个娃是吗？哦。我要是一个电话，OK，他就会来。这样，但是走错的话，就会一错再错，就会，我一直在盘旋，在徘徊，怎么，真的都对不起老婆吗？做这样的事儿吗？你老师能给我指个路吧？你让我指路，我肯定让人悬崖勒马呀。你让我悬崖勒马是吧？其实，在这个社会，悬崖勒马也不算，什么样子的哈。这么开放的社会，你说呢？你自己呗，我又兄弟，不准说话。别听别人说，我说啊，你那个啥。你还是别折腾了啊！你经济条件咋样啊？一年赚多少？50-60个吧。挣的倒是不少啊。一般般。那90年的啊。啊，对。光骑着马不下马呀，不下马也很难受啊，你那样子。哎，这个兄弟要说什么的呀？让他说两句不呗。让他说，哎，你那么厉害呀！我天哪，我挺佩服你的。就不让你不他让说。他说，他都听你的。我是这个直播间的王。啊，你是王者，是那王者是吧？我的直播间我还不能听，我还不能管吗？在别的直播间我当不了家。你一天都是几点钟开播啊，小姐姐？我一般下午或晚上嘛，看时间，反正我一般都是，就算是再早也得是下午播。要看，关键说实在话，男人嘛，有点钱就想变坏，您不变坏，或者有点钱就心痒难耐。男人有钱就想学坏，女人没钱就想学坏，主播你好，你好。那个我今年46，然后有个女的32，我是已婚，哎，但是。稍等一下，这个青春，这个兄弟，行不好？这个青春伤痕，你再等我几分钟，行不行？可不可以啊？
青春伤痕，再等我几分钟好吗？我跟他说完了，我跟你说好不好？好的。啊，别走啊，别走啊。喂，你好，兄弟。喂，你好，小姐姐。就是，怎么说呢？嗯。你做怎么选择，我肯定是做不了决定的。但是我只能告诉你。你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还是为这个。但是我只能告诉你，如果你自己实在是心痒难耐，实在是控制不住，你真的做了某些事情，把屁股擦干净。啊，就不要留后遗症。啊，对啊，但是我确实管不了你。你以为我说了一句话啊，不能干，不能干，你就干吗？你就不干吗？我感觉我还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啥呢。是的，那当然。我说的对不对，兄弟？我说了我不让你干，你就一定不干吗？我没有那么大的威力，我只是说，你如果你真的实在是，确实我就是抵抗不住人性的这个弱点，好色，这个寂寞孤单我抵抗不住。那你就把屁股擦干净。对，说得很好，不要留点什么后遗症，到时候一下子都，这个我明白，还明白。做坏事，怎么样呢？你还不把事做干净啊？做坏事要做干净啊，不要。别想，还有你那个同学，不要找那种想上位的人，找那种老老实实只想图你点钱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其实我这个。你们可能会觉得，因为我说了，我说让你忍住啊，你忍不住。我感觉我不是说我让你忍你就能忍的。忍住时间长了怎么忍了呢？你们是为什么夫妻分居呢？因为工作的问题呀。他也不能来你的城市是吗？不能，不能。我整半年都不在一起，你说这麻烦不麻烦？啊，你们已经分居多久了？经常一年见不两三次啊。那已经分居多久了，懂吗？长期分居几年了？分居到现在啊？对，半年多。那之前的时间呢？之前也是几个月的。你跟我牙这么过？我，你们一直是异地吗？结婚以来都这样吗？我跟你说话怎么？就这两年。结婚多久了？结婚，我算一下，结婚十二年了。那为什么这两年就分居了？因为工作的问题吗？你的工作调动了？对呀、啊。你说这怎么整啊？再说我咱是个人呢、啊，咱是个正常的人呢、啊。你有的成几个月，也不是一两个月，这都那个，是吧？嗯。说的也是，就做坏事做干净一点就行了，也不能说，在这个社会应该也不算很怎么样的。财政大权在谁手里？在他手里。你把所有钱都给他了？对呀、也没有什么钱，房子。你一年五六十万的，怎么会没什么钱呢？房子主要是房子嘛，他在深圳。你一年五六十万的收入呢，兄弟？他在深圳，就房子买的房子。你一年五六十万的收入呢，花得完吗？收入有一两百个，在深圳来说不算有钱。你的是说一两百万的存款是吗？对。那在谁手里？在他手里。你有点那个啥了啊？一两百个挺有钱的。有两百吗？一百多吧。一百五。差不多。那你说实话啊。嗯。如果真的被发现了，那你可。那就傻了。那你就傻了，我告诉你。懂我意思吧？因为这个钱在谁手里，谁就是老大。不是谁赚钱谁是老大。你翻脸的时候，你要在一起的时候什么都没事，一旦翻脸了那就不。那也没事，其实啊、不过也不能说没事。你做错事了，如果真的离婚的时候，法律会绝对会把这个财产什么的，
让对方多拿一些的，或者是净身出户。这类犯错净身出户不会，但是对方会多拿一些可能。你看在一起是夫妻，分开呢那就是很有可能不是说那样的，大多数都是仇人呢。你老婆赚钱吗？我老婆也可以啊，一年也拿几十个啊。她赚多少？30个应该差不多。嘿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跟你老婆离了，你找不到这样赚收入的男女的。不好找呀。你觉得年入30万的女人很普遍吗？是的。不普遍吧？这是绝对的高收入了吧？有几个女强人吧？有几个得厉害，女的厉害。女强人和男强人比，还是要少很多的吧？那就我现在也没有走，现在还没有走错路啊，我只是给你打电话聊一聊这个事儿。嗯，我知道。嗯，哎呀，其实去嫖一下还能理解哈，嫖一下是老婆知道了，这个可能只要不搞一身病，老婆如果知道的话也能理解，你说呢？这个好一点啊，只要不得病好一点。好奇人又不一样啊。嗯，不知足的烂男人，别人说怎么看，别人怎么说，你不知足的烂男人。兄弟，给我刷个礼物行吗？好，大家有什么情感问题，欢迎私信我啊。